在贵宾甲医护同仁的见证下，舞台顶进行的是台大病院云林分院新任院长的交接典礼。在云林服务十二年的下任院长黄瑞仁，将守护乡亲的健康、提升地方医疗任务甲责任，交予新的院长马惠明。过去的日子非常的感谢台大病院云林分院将近2600位同仁，大家共同的努力，所以完成了很多的梦想。病院未来发展，马惠明有定四个目标。我希望云林分院未来是嘉南平原的医疗的灯塔，让民众最安全、最信赖。期待云林病院无论是医疗还是医学，都会当不断创新，成为云嘉平原上好的病院，祝福乡亲。好嘞，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